曾经有人问我，你希望自己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？我说十万，后来我没有被录取。我真的很受不了，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在用手机，所以上次开会的时候我就主动把手机关机。后来老板问我，为什么你要退出线上会议？魄气蛮强的，这我求，这我求。大家好，谢谢。好可怕！我平常会把我的笑话写在卡片上面，然后我今天抽到什么我就讲什么。我真的很受不了，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在用手机，所以上次开会的时候我就主动把手机关机。后来老板问我，为什么你要退出线上会议？魄气蛮强的，这我求，这我求。宪哥，你要抽一张吗？我来替官买一张。好好好好，这一张好，第二张，嘿，嘿 ，OK。曾经有人问我，你希望自己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？我说十万，后来我没有被录取。去找工作的地方了，对啊。前几天我在抽烟的时候，有一个男的，他烟瘾发作，求我挡他一根烟。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被男人求婚。前阵子我遇到一个帅哥，他自称是 S 级的渣男，我就跟他说我是渣男磁铁，但他好像很排斥的样子，看来我也是 S 级。上次在外面被一个男的偷拍，然后我就抓到他，我就跟他说你拍屁啊，他说对啊。上次经过一栋豪宅，我幻想自己住在里面，这时候有一个房仲，他走出来问我有没有兴趣，我说有，他说举牌还是发传单？我家附近很多流浪汉，我常在那边看到一个流浪汉，他的精神状态非常差，总是一个人在路边手舞足蹈。后来我发现他是街头艺人。前几天我遇到一个男的，他跟我搭讪，他问我有没有在用脸书，我说有，他说那你年纪太大了。后来我又遇到那个流浪汉，然后这一次我就对不起，他是街头艺人。后来我就很认真的看他表演，然后看着看着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哭了。他问我怎么了，我说没有人喜欢我，又没有钱赚。就他说，那你这样一次多少钱？我跟他说十万。谢谢，讲你。